嘉丽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，真欢喜，大家我足有精神的。我要甲大家讲，因为恁来参加，咱只爱完成啦，大家家己鼓掌一下，好阿妈。足感谢，但是要有责任哦。希望大家回去，把今仔日咱这期的授训所了解，拢把咱的乡亲、咱的至亲讲好清楚。叫因进来，过来参加，这是大家的责任。是安怎安尼讲？美国有甲咱交代两个条件，希望咱这两个条件若做到，伊要予咱执行，咱也足遵守美国甲咱交代，咱拢依照。根据美国甲咱讲，第一，咱爱训练四千人，从安尼达到四千人。第二，41万份的身份证，咱若有做到，伊就予你执证。那这个情形。咱哪有在惊讲中国会拍过来未？我甲大家讲，100%未拍过来。是安怎讲？我确定啊，放一挂 PowerPoint， 予大家搁较清楚，搁较了解。吼，这就是要甲。大家讲予清楚，啊，予大家了解。即马有人讲，真正美国有咧甲咱斗三工啊无？有个人讲咱秘书长拢乌白讲，伫外口拢咧甲咱恶宣传。实际上，摕一挂 PowerPoint 予大家知影，恁回去。照这个说服力，美国有咧甲咱打三工啊，但是伊拢较模糊啦，无要正面啦。好，咱来看，这个 PowerPoint， 这个录音，这个新闻报道，敢若一摆尔啦，搁去上网要去找无啊啦，啊，你好，你加载，咱要有这个。影片伫咧，这话唔是我咧讲诶呢，这是啥物？这是啥物？这拢是从报道里面出来，所以讲美国会放弃台湾来未？你看，6月29。签一法，这是6月30，就是已经到第七舰队，伊讲再来台啦。实际上，伊拢咧伫这个画一条红线，第七舰队拢伫遮啦，拢伫啊咧，甲咱过安全啦。这就是啥真相嘛？有个人会知影未？唔知影嘛，因为咱拢去哦，流氓政府骗甲大汉的。过来，
咱来看一个，这大家唔知知影无？这就是新德乐山啊，因叫做安邦雷达站。这个雷达站啊，咱付钱啦，拢美国家己起的，伊惊讲那发包给恁去起。恁家藏一挂物件伫内底，安尼以后就废去啊！这就是啥？用得证明以前话，美军啊在保卫台湾啦、啊。大家爱了解，我爱足清楚，希望新德的人。有机会，我去遐看卖。伊遐是2200多公尺的地方，拄啊建设一个啥？伊我都看到蒙古迄个所在一举一动足清楚啦。中国要咧创啥足清楚，啊个。南海，伊这个是东南亚最新的一个雷达中心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拢全部美军的管理，好，大家知啊。好、哦，这啊，过来一个家吼，这拢这个报道啦吼，啊，大家若带电脑来吼，啊，会使。入车哦，这拢有吼、哦，上网去查，会了解。过来，这话啊，无啥清楚啦。实际上，啊，清泉岗机场，大家唔知啊，大家思考这个问题，记得想看卖咧。足奇怪啊！我那伫迄个做啥？新闻报道内底，我发现着讲，香港一台飞行机，迄就是民航机，超过12点外，讲要降落，因为台中机场，台中机场台中机场是啥物？有开放，就是清泉岗机场。开放一部分是民营的，但是美军有个限制。美军安怎讲？超过12点以后，民航机所有的飞机，你若无美国同意，不准降落。我拄啊一台民航机可能要试探，我看是要试探啦。飞啊个个只，个塔台讲啊，歹势。即摆都啊12点啊几分啊尔，阮想要降落，延机再回香港。我看到这个报纸，咱迄阵啊唔知啊，我是讲哪会遐无道理？啊差几分啊，唔就好落啊，就好啊，对无？那照军事的概率，12点就一定啥？12点嘛，你12点无降落来，歹势，拢阁转去。啊，咱看到迄个报纸，咱才会体会到讲，这就是啥？美国的规定嘛。啊，那咱流亡政府，啊讲啊，这无要紧啊，啊这就是家己的飞行机啊，要转来啊，差几分啊，那要紧都好几摆啊。阿伯啊！这回差15分，后回差1点钟。这个清泉岗机场拢是啥？迄、那个啊，美军的啊，为中东飞来，伫咱清泉岗，差不多3-4点，佫直接飞关岛。
拢是伊咧用啊，啊，咱哪会知？啊，敢毋甲咱讲？拢无嘛。以前咱要政策即款代志，以前个同心我去查过，伊安怎去查？去查查，有个人问讲啊，无看到美军啊啦，啊，到尾啊去查。吃早点啦，啊，看到两个平安入去遐食早点，啊，伊也对了入去食早点，啊，去问遐迄个平安，迄个平安讲，伊唔知啊，讲有去有美军啦。哎，啊，这个早点，这个老板讲，甲咱的同事讲，有哦，我逐天都送150份，美国拢食较好，早餐拢100块。伊迄个才讲出来，讲有哦，我拢送早点去予美军食，啊，美军爱食，我爱食那间法国面包，伊个要求拢讲讲出来。所以这就证实啥物？美国有咧讲斗三工无？伊拢无爱讲啦，伊若甲咱讲尔，敢有白纸黑字？讲好了，我你达到4000个，达到41万个，啊，现在咱都未达到啊。有诶，当心啊！等下讲啊，咱秘书长乌白讲乌白怎，伊都乌白甲你骂啊！啊，实际上咱无法度，那无美军甲咱斗三工。讲一个较歹听咧，咱遮两年外呢，早就操了了，鸡仔狗掠到无半只，鸡仔鸟掠到无半只，这是事实的呀。哪会到今仔日，咱伫遮要直直咧执行，啊，直直咧要求。因为咱拢遵守实际国际法啊、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依照美国的指示来做，咱无法度讲家己国去创造国较高，家己来做出其他。美国无交代的代志，咱若要做，拢甲美国停止。美国讲好，你安尼做，所以咱大家足安全的。爱，予大家转去，甲咱的乡亲讲，啊，若爱 PowerPoint 吼，叫咱同心吼，啊，咱的迄个汽车服务的啊，同心话。确定去买紧，吼、哦！啊，这因为这回咱阁加一挂新的啊，迄、那个做泡片给大家。咱即马第一要感谢三立啦，但是三立报道不实，咱也要甲谴责。伊甲咱讲，咱的新闻证是虾米？讲是啊，自己制造啦。所以咱要看这段影片，所以恁大家若要去叫台来请新闻证，啊，赶紧来请，要让大家搁较了解者。后来咱拜托，咱来看啊，这个影片。到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，到处可看到“台湾民政府”五个字。走一趟总部，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。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初级班和高级班，嗯、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，会有那个证书、嗯。那还有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。参加研习营一次6000元起跳，未来就可以捧一辈子铁饭碗。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晶片身份证，每张1000元，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。现在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，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，你就拿这一张、嗯、就可以进去了。
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叠，附上姓名、电话、大头贴，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。卡其色制服上就绣着一只大黑熊。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，才内阁制，发下豪语要发出41万份身份证，找到4000名公务员以及募到1000位警察。红道员，所以还有这个旗子。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，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，最外环则是台湾6个州，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，各自独立运作。马英九啊，怎么样？生吞活剥台湾人啊，所有的五大基金都破产。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，你告诉我。不止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，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，往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。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，谁疯了以后就知道了，不要2年你会看得到。冲着马总统而来，带领台湾人独立，号称不从事募款，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，少说几十万起跳，还有自己的停机坪。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？外界都睁大眼睛。三立新闻黄玉峰、白乔英桃园采访报道。宪兵司令部，咱即马吼过来看讲，这张身份证啊，啊，咱来看讲，这张身份证，唔是我伫遮咧安尼讲尔，咱要成员，咱的。到美国访问团，因使用这张身份证，在美国咧用的情形，要互因现身说法，吼、哦，希望啊，这段的现身说法啊，要互大家知啊，哦，咱即马要麻烦甲咱放。这段的影片给大家看。秘书长，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。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，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。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，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们就用 ID，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，我就跟海关说，我这边有 ID， 他也放进去 ，No problem， 没问题。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，我又几个同心说，亚夫亚夫，过来过来。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，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哎，怎么要去那里？原来又要到国务院。那国务院呢，我们7个人就进去，那只有用 ID， 一放进去，行，好 ，OK， 我就进去了。这是非常好的见证。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子呢，不是呢，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，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。必须定说灰熊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，二变成了五。难怪我们高沙就说1234也不知道1+1=2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，混到啊，不要讲好了，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，所以非常千真万确。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，多谢各位。啊，唔知咱遮个有要阁补充个无？那有好，那这样安尼就好吼。咱国家鼓掌个，
这张100%有效。好，感谢哈，感谢哈，您好。啊，安尼好，好，咱个回到啊，咱 PowerPoint 的啊字幕来，好。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这张唔是咱制作的，是美国甲咱做的晶片身份证。咱要去甲人拜托来申请这张，咱来讲好清楚，这张是晶片，台湾政府晶片身份证，好。好、哦，啊，这就是晶片啦，晶片啦，就是咱这个，咱这个要做哈。嘿、啊，因为原来安尼讲，真济廖北也好啦，因遐其他的社团也好啦，拢咧求，希望咱这张签卡办，要予流亡政府较久待伫啊，咱台湾，拢咧。在旁边他在发现什么，说我们是诈骗集团、啊、说我们是什么，我们是说骗这张身份证，他说他在发一张500块的，你跟他说他那张500块有晶片了没有，你买美国的用你了没有，要给大家了解，有说300块有说100块的，很多单位在跟我们扰乱了，予咱遮个较老实、较无了解的本土台湾人搞混啊啦！讲哎呦，那遐济台湾身份证，因才惊着啦。你甲讲，咱遮拢有证实，要办咱各所在拢有啊办。在办身份证的单位，确定啊，咱把这个 PowerPoint 我介绍到，好，大家啊去啊介绍，啊那要甲各州套，啊我啊有一挂这个各州地方，我拢第二先去啦，好、哦，啊只有这个地点啊，那爱的人啊，再来再提起也袂紧。你甲讲真诶假伫代，有晶片啊无晶片，你先请一张，等下互看，这都正确啊嘛。你家己都无办，你要安怎去叫人办？我摕一张去台湾银行，足好势。伊讲你有啥其他证件无？我干一张尔。嘿，啊，就是干一张尔。你讲要汇钱超过30,000，一定爱本人。好啊，我这是不是本人？你对看卖咧，啊，就是啊，安尼好来，我已经无问题。去高铁，那是用这张尔。啊，邮局，那是这张。你要甲用，对这用。你若惊惊，你袂着顶啦。你安尼甲讲，安尼就对啊。咱大家拢有这个智慧，才来参加。伊会人大家甲你讲，你会去用掠去哦。你有去用掠去啊无？我第一届甲即马，我有去用掠去啊无？我那是真正常啊。美国甲咱讲。咱这的成员，你袂使甲叮当，啊无美国就闹开啊嘛，实际上是安尼嘛。咱是依照国际法，啊，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甲渐渐法，咱都站得住脚啦。咱的主张，第一是咱。一定遵守国际法，咱无使用暴力甲武力，
但是希望流亡政府早一日回去因带金门、妈祖、福建平潭岛，福建平潭岛，年轻的人打算去搜寻福建平潭岛，下去搜寻就很清楚。确定啊，咱我啊 PowerPoint 给大家看，啊，真济啊，其他拢给大家去思考啦。是安怎？美国无咧甲咱斗三工，咱甲美国讲，美国你甲咱讲，恐怖分子要具备三个条件。第一个不是国家，恐怖啊分子不是国家。第二个又有武器，第三个征兵。啊，咱流亡政府都啊对号入座，是安怎？世界上不是国家，根本家己伫台湾咧发丧的啦。去到世界，人无买，你不是国家。第二个，安怎？他有武器，美国讲安尼好，恁遮的武器，国会拢去把它删掉，恁都没有武器。后来，因遮的后勤司令部三军啊啊。陆海空啊，司令部都撤销了，都撤销了。啊，个金门呐、啊，个啊，要准备撤军呐、啊。啊，个或者外或者迄个当兵呐、啊，咱起码用募兵呐、啊、吼。这拢甲大家讲，互大家了解，安尼就好啦。咱这咱必须定讲个足清楚。是安怎？台湾是特殊地嘛？哦，这也大家清楚吼，咱较早啊较紧个甲看过。啊，这都这迄阵啊，满清政府都唔是管辖，伊也是挂挂好日本啊。所以日本要征服这个所在啊，了十年的时间啦、啊，伊也好好啊经营了十年的时间。啊，这里甲咱骗。讲啊，4月1号啊，4月1号啊，是啥？是啊，愚人节啦。啊，都啊，日本天皇实施啊宪法是4月1号啊。啊，这就是啥？伊讲啊，咱是光复节啦。啊，这挂这个四个国旗，讲做光复节啦。和大家啊清楚吼、哦，你看这国旗啊是啥物国旗？美国国旗啦。这就是要甲大家讲，那是知识分子，美国都安尼高等法院安尼判断啦，你阁未相信？第一，唔是啊，无国籍嘛，咱唔只有法度去领这个身份证。第二，世界无像你们政府嘛，人民要咧受到伊个啊政治任意嘛。过来，美国那要占领中啊。爱行政单位爱主动协助咱本土台湾人的原告嘛，去甲咱成立啊一个华府办事处啊，甲纪念酒会，这种啊成立的时候啊，纪念酒会都上进两张和秘书长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会讲较紧哦，啊大家去看嘛，叫咱讲去日本啊啊神社啦，因为咱。为着日本建设，啊，日本人民讲啊，为国家效忠，去的神社，咱也去，吼、哦、去拜这個，啊，这個、大家去思考啦。那这支旗啊，会得入的皇宫，咱迄阵啊要去未？第一个讲，袂使嘞，袂使，阮只干那日本旗尔，到尾啊，皇宫佫敲电话转来讲。
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局啊，咱这个局啊，会得利未啦？啊，这就是啥？啊，证明讲啊，这就是咱这块土地就是本天皇的嘛。安尼足清楚啦，吼、哦！啊这啥？伊也未做啊，迄、那个要做总书记的时啊，伊就去甲天皇讲。伊要买台湾啊，入啊中国经济较好啊，想要来买台湾。啊，天皇讲啊，阮祖先甲子万拢无咧卖物件啦。啊，伊安怎会得去见？伊叫外务省安排，外务省无法度安排啦。讲阮要见天皇，爱半年才安排。讲啊，伊煞拍电话给美国，叫美国啊甲安排。咱毋才会知影这个信息。好、哦、啊，唔只系咱这个时间点，足清楚啦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也是足清楚。日本来遐好大，讲钓鱼台是固有的领土。哎、啊，即嘛安怎？哎、欸，阮家宝讲唔是啦，唔敢讲啊，唔敢讲他的固有领土。啊，若讲出来，唔就要叫人笑死。伊即嘛讲啥？核心利益啦。啊，这拢足清楚。啊，这情形大家知影啦吼，你看这两支机要共款也无，哈，无共款嘛。伊这讲创意啦，要甲美国讲，阮也来做民政府，阿爸的民政府要出去啦。安尼大家知影无？我安尼甲咱唱啦，吼，安尼大家足清楚，啊。流亡政府也足清楚，啊，这唔是我咧讲的，这是福州报道，吼、哦、啊，因为美中安排，不爱带台湾，不爱领这张身份证的人，到时你就爱去啥，平潭岛啦，吼、哦、啊，这平潭岛这下的报道，吼、哦、福州的报道啊个。掠落来。他们所谓共同管理，就是中共产党跟国民党啊，台湾去共同管理。因遐安怎密约，安怎签，拢创好啊。咱也无足清楚，伊也无甲你公布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即摆遮个大型开发布局啦，伊这个所在就是台湾的差不多台北的三倍大啦。啊，这就是啥？即摆底下直直做啊，无爱遮难民，无爱留到台湾的，恁就去金门妈祖，无去金门妈祖就去遮啦。啊，这是啥？美国讲我若无甲安排好势，到时。这难民车，难民因车坐船啊，走去中国去。啊，中国要安怎？讲啊，伊车歹管理，干脆来平潭岛，拢来集中，我好管理，较袂走去其他国省啊去甲去革命。好、哦、啊，这都熟悉啦。上网去看，年轻人要有智慧，你。会用电脑，拜托你上网去看，这就是这个情形哦。伊遐的你好台湾的报道啦，就安尼讲嘛。啊，这也唔是我家己自创的，大家有看清楚无？哦，六月十日就安尼报道啊。好、哦，台湾规划机构提出把平潭岛打造。海峡两岸幸福啊，迄、那个做幸福啊，就是啊，渔基岛啦。嗯，安尼，那流亡政府的啊，这些农民带袂落啊，啊，恁就去吃嘛。啊，这是啥？提出五个共同规划、共同投资、共同建设。
共同管理，共同受益，哦，为未来平潭岛的啊主轴，好，哦，啊，这就是讲要显示什么？美国那边做代志，拢有安排啦，袂凊彩做做的啦。啊，这哪会使？大家足聪明的少年的，拜托上网登去看，唔是讲我伫只乌白讲，讲我咧啊，讲甲嘴角全破，要予大家足了解。啊，我若袂使乌白讲，我要讲落爱有证据。哦，因为本身我是大学研究所的教授，我袂使乌白讲，予大家爱了解。啊，这我看吼，时间上的问题吼，啊，时间上的问题，咱外国讲啊，起码就是要拜托大家，美国讲指定这两件代志，大家做较到，要去带。台北啊，大同区重庆北路去吃去办，吼，哦，啊，咱桃园来吃办龟山，吼，哦，啊，甲大同洲过来啊，大南洲宜华通，吼，哦，啊，这是高雄，啊，这是啊宜兰，吼，哦，啊，这是玉里，希望咱全国。拢有啦，免惊讲无啦。只要讲你有一心，阿袂拜托各位。安尼好啊，唔好啊？拜托大家，搁去叫一个来上课，叫三五个来办身份证，安尼咱就完成啊啦。好，感谢大家今日讲到这，感谢。请起立。今日楼卡翕相，请麻烦把椅仔提起来，到桌顶。对，椅仔提起来放在桌顶，先麻烦一下，多谢。